王者荣耀都玩过吧，但是盗版的王者荣耀你玩过吗？看这名字王者精英，好家伙，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的玩家看完都沉默了，我马哥也得直呼内行啊。你们给我点个赞，兄弟们点赞过10万我马上盗版啊，不是开发一个荣耀和平。不废话，咱们赶紧点击去看一看。欢迎来到王，妈呀，这震耳欲聋的 BGM 差点把我耳机的喇叭给我震碎啊！重点是这破音药根本就关不掉，我找了半天，我终于发现这破游戏根本就没有关闭声音的按钮，牛掰！更牛掰的是，这游戏是2021年上线的，现在还是 S1 赛季，2年了，这一个赛季都还没结束呢吗？咱们再看这右边，免费送皮肤，免费送金币，免费送钻石，太良心了！新手大礼包领了！哎呀，你看第一个就直接送狄仁杰超时空战士皮肤，哎呀，不好意思看错了啊，是超能战士泽尔，不过也不错了，毕竟价值600多点券呢，领了。是兄弟就来砍我！好家伙，虽然不要钱，但是需要我用30秒的阳寿来换啊！我才不换呢，我不要了，直接开始。我的妈呀，我严重怀疑这设计师是用脚趾头建的模呀，都2023年了，我20年前玩的游戏建模都比这精致好吗？算了，这毕竟是免费的英雄，丑点也就丑点吧。我们看看皮肤，这我就想问问，这头上是水还是火呀？这是烫头了还是上火了？这皮肤名叫死亡骑士，骑士我倒是没看出来，死亡倒是挺死亡的。我抱着对设计师的敬仰呢，我又看了看其他英雄的建模，那真的是老太太进被窝给爷整笑了。我不说兄弟们，你能看出这是孙悟空吗？这机甲皮肤还说得过去，但是这金箍棒，这确定不是街边的路灯吗？还有这万圣节的皮肤，这是万圣节一晚上没睡觉给熬成熊猫眼了吗？这是、啊、还有这个英雄，这不是设计师，你咋想的？这英雄颈椎病都给整出来了。算了，不看了，兄弟们，再看我颈椎病也犯了。开始战斗，超凡开局，额外获得治疗技能，初始战斗金币翻倍，进入游戏英雄直接二级，死亡后立即复活。我的妈呀，这太有诱惑力了！我决定用我30秒阳寿换一下子。哎，竟然不用看广告了，这是卡 bug 了吗？还是作者良心发现了？如果这两个原因二选一的话，我相信肯定是卡 bug 了。毕竟鸡哥也是游戏主播，玩这种游戏那真的是洒洒水的了。进入游戏之后，我就是各种虐，轻松拿下3个人头。当然也有残血打不过的时候，对面这小子血量比我多点。俗话说得好，打不过咱就跑。本来这时候我想闪现溜达，结果闪现需要看广告。不是，我有看广告的空，我直接跑不行吗？由于这游戏玩起来太过简单了，我一度怀疑我的队友和对面的敌人啊都是人机，所以我就打字问一下他们是不是真人，结果系统把真人两个字给我屏蔽了。这我真没骂人啊，兄弟们。对面机器人估计是看到我说的话了，直接选择在中路跟我单挑，我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结果这个老六直接烧烤我。此时残血的我不得不向闪现低头，于是我就用我30秒的阳寿换了个闪现，结果你们也猜到了，看完广告我就嘎了，4个大字提醒我复活，结果我点复活也要看广告。咱前面说好的不是超凡开局吗？死亡立马复活呢？哦，我懂了，作者这是在广告里面穿插了个游戏啊，良心呐、啊！这第一把呢就轻松赢下了，我呢也是实在是闲的蛋的，我又开了一把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一把有点逆风，这敌人的小兵直接钻到我们家水晶里面去拆水晶了。然后呢，我家超级兵他眼瞎，我先走那边有事儿，屁股后面没长眼睛，他没看到。我真的是。你说这破游戏不是 bug 就是广告，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玩这种垃圾游戏，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